哎，王德宏朋友，今天看这是什么、啊？难道这是监狱吗？我现在到监狱演出吗？我今天要带搏斗兄弟一起演出喽！哎，搏斗兄弟他们刚到现场了。Hello， 搏斗兄弟 Allen 跟王月，今天我们你看戒备森严，还有这个蛇龙，我们是到监狱来演出吗？不是，还是。还是你们要进监狱了？不是，我没有要进监狱。今天就是你双腰，听说这个是要豪宅呀！你看这个墙，看这戒备森严的墙，而且据说这是当初柏林围墙倒塌的，10000多块砖块拿过来。喂，没有人倒塌了。你看我们是还想搏斗兄弟到豪宅演出，没错，我再讲一点，老板，你会觉得风水倒地，八字不够硬，到处都给你安排家里面哦，不是那大楼旁边，正到家里哦，演出开枪，我们走。整栋近10层楼的建筑都是这位豪宅主人的。西红今天仅拍摄搏斗兄弟在交易厅演出的部分，就足足超过200平。到底八字不够重，已经腿软的搏斗兄弟，能否带给如此重要的贵宾欢乐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不间断的掌声以及欢笑声，就算是这么重要的贵宾，搏斗兄弟的演出一样可以带给贵宾欢乐。你看看，小贵宾们都坐不住，豪宅主人最后另外给表演者一人一个2000元大红包，更证明孩子王剧团演出多精彩。想找互动有趣又表演精彩的演出，找孩子王剧团就对了。请洽0938331334。